满地死鱼，平躺干旱河床，而且还已经被烈阳晒成鱼干。欧洲遭遇500年来最严重干旱，异常炎热和干燥的天气让法国东部这条河彻底断流。Donc là, on l'a vu, il y a pas mal de poissons qui sont morts, d'autres qui sont en souffrance encore. Donc là, voilà, c'est pour d'eau en voie d'assèchement quasiment total. 不过不只是小鱼，人民也面临粮食危机。法国西南部加隆河水位骤降，原本正常水位可以淹没成人头部，现在却只到脚踝。这条河流不止必须灌溉农田，还得为核电站降温。当地的农户表示，预计今年收成将会损失超过30%。宽阔河道一半还有货船行驶，另一半却直接见底。这是欧洲商业动脉莱茵河，受到雨量不足影响，莱茵河部分河段深度已经降到零，船只通行日益困难，导致货运量锐减75%。如果持续下去，当地工厂可能被迫减产或甚至暂时停工。Wir haben ein Beispiel: Salzlieferungen aus Heilbronn kommen über den Neckar hier den Rhein runter an. Die Schiffe fassen 2.200 Tonnen. Im Moment kommen die noch mit 600 Tonnen an.Und das zeigt, je weniger Wasser, desto weniger Ladung auf den Schiffen. 不止如此，莱茵河无法载运煤炭和石油，将进一步加剧德国能源危机。德国原先已经遭到制裁俄罗斯反噬，国内通膨率不断飙升，能源也面临不足危机，如今恐怕还得面对夏天热到爆，冬天又没暖气的窘境。记者综合报道。旺旺水神抗菌液，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没有疑虑的，可以上快点购，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辣气，可以享有折扣优惠，请大家好好把握咯。